各位网友，现在由我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121平方的三室两厅一卫的样板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边套的户型，这个户型面积是121平方，进门看见的是4.2米宽的客厅。 右边是独立的餐厅和厨房，餐厅带有落地玻璃窗，景观视野开阔。进门左边是卧室，主卧朝南，带景观阳台。右边可以看到我们小区内的整个接近1万方的花园，左边可以看到长岛公园景观。 整个套型配送中央空调外机，还带有新风系统。每一层我们配有精装修的大堂，我们电梯采用智能刷卡系统。